捐丝瀑布步道上擎天岗哦，看了听头吧，有一个人哇，青蛙在打招呼了，对啊，然后另外那边也是，哦，看不清楚了，反正那边就是草原了，好。以那个人为目标，剩下最后300，哇，开心啊，结束那个捐丝瀑布步道，啊，上了擎天岗了。往后看就是七星山东峰，这个是什么？现在就从那个四十步道直接去城门了，所以不止这里有牛，有在山谷上，那山谷上有牛，看不清楚，糟糕！好了，等一下再过去再录。加大只啊，你看嘛嘞！擎天岗草坪，山谷里有牛在吃草，在哦那个背景是竹高山。背上还有那个、哦、白鹭鸶哦，哦，牛角，有看到两只白鹭鸶在牛的旁边，哦，不错，水哦，很多很多只哦。来到今天最重要的景点，新包里大陆城门，在这里又不要分成北路跟南路，我们今天走捐丝步道的南路，到这里。等一下要走北路，时间不多了，加油！已经走了5个多小时了，从故宫到这里，加油！现在已经从那个擎天岗的金包里大陆城门下那个玉露古道了，北段，然后有经过哪里啊？经过白二坎嘛，哈，然后大石宫、八里坎加大九宫，就是那个那叫什么，比较没有遮蔽的路段。那接下来就是先进一段树林，好，走，路边的梯田，这个大路边田。那真真的，昨天山上下雨，水好大。我们边树高，我们边树堆，
道路中途休息站，也是就是具有商业行为的小型商店。语言桥到了，飘雨了耶，糟糕，还有1公里耶。为运输茶叶新建的许岩桥，这是好给人去的。石门地区的茶商许清岩盖的，好给人。哇，山顶是路大好看哦，进来等，这恐怖了。